Hello， 我是 Lucky， 今次讲一讲四季神葵 system 的新玩法啦。咁啊，神葵除了呢个肉链关啱用之外咧，连四次元都可以周回嘅。而编程系点咧？就系咁啦。更正翻呢一对系双 system 啊，系双秋葵兼双饿狼嘅 system 啊。一个系暗珠大量生成，一个系深珠生成确保。两者嘅配搭可以话系天衣无缝。好，咁讲翻编程先。咁呢一次周回队啦，队长方面都系你啦，达尔金魔君司令啊，30C 之后火力爆炸，技能解落生成技队长技系4C 加算啲啊 ，OP。OK， 啊，继承讲翻先，继承系呢一把，使用者武装加翻啲回嘅，有 SB 兼破伤级。Next one 系秋葵啦，咁秋葵一号仔用翻个十年龙武装，主要系火加速用嘅。秋葵二号仔用翻个老师武装啦，咁条老师武装防绑咪防风条啊。OK， 第三个饿狼啦，饿狼一号用翻菠萝丝武装啊 ，SB 四暗耐性兼且破熟级嘅。而饿狼二号仔用翻个十字盾啦，咁十字盾有几稳阵都唔使讲啦。而拉斯另一边队长系用翻巴兰啦，呢个系够进前巴兰嚟嘅。咁点解用呢一位呢？是完全为了他变身之后的技能啊，四 C 啲破贯通技，毕竟成个编程系冇贯通技啦。加埋呢打都唔差，又轻减55%，加埋轻减，仲系3C 加算一最大添，同暗战机有得挥都算系。而继承系呢一把 Hunter 角色 Kaito 嘅小丑武装，主要系放翻十字剑且串烧用啦。好，咁编程就系咁啦。队伍嘅徽章用翻个血强化，情报系19SB 啊。耐性方面眼镜齐就够啦，其他都唔需要嘅。好，编程方面就系咁啦，一齐望下四季秋葵 system 点打翻四次元啦。Go！ OK， 入场啦。做人呢一次嘅 S 级角色咧，阿秋葵 system 都几劲下嘅，真心。估唔到连肉链关之外嘅关卡四次元都周回到啊！首先第一回合开翻技先，老师技喂下技啊，加埋十年龙加速，然后巴兰变身啦。变身之后 hea 转翻两三弯之后咧，临尾推开翻十字盾啦，加翻菠萝丝，加埋秋葵。OK， hea 转翻三串啊，三 combo 啊，两串按一 combo， 10C 稳定。然后稳定嘅秒 ，OK， 好，次元解放，开始惊啦，光小兵，你惊得冇用啦，呢下留唔到情俾你噶啦，呢一弯唔够心珠，唔紧要，我哋有双饿狼可以 loop， 就咁啦，喺两串心之后回满，然后火力爆炸，第二关嚟啦，好，希望唔中暗啦 ，OK， 光嘅靓嘅。咁光之下咧又可以 hea 转啦，呢啲减回复啊、减手指啊，完全唔使理嘅。毕竟前三四层冇先制啦，我哋开翻秋葵，系啦，三串，保证10C，咁就可以秒啦，全部秒晒。呢一个秒都唔紧要啊，毕竟呢日佢系冇打人嘅。我哋开翻个秋葵技咧。好，滑神神秋葵，再转翻个3C加船，唔系三 combo， 轻松10C搞掂。Next 第三关啦，第三关嘅套路依然一样啦。毕竟 system 要点玩呢？就要爽啊嘛，要快啊嘛，要舒服啊嘛。嚟啦，秋葵，加埋勇者、水勇者，都系 hea 转翻。整个3C 咧都搞掂啦，好，非常之开心啊！估唔到呢个高难度关咧系可以当周回关咁玩啊！好，地王都唔使忍啦，转翻个秋葵，入翻3C，OK， 又轻松秒，非常之轻松嘅。前面呢几关咧完全冇难度啊！到第五层之后，都系轻松咁转翻个好轻强嘅几 combo 搞掂啦，10C 一定秒噶啦，再见 ，OK。第六
关，第六关系暗魔法师，第八面秋葵，唔使望佢啦，转翻饿狼啦。啊，依家系唔使啊，因为下一关系下一关系唔会打人嘅，呢下我系急咗，嘥时间添，唔够气啊呢下，好衰。系啦，呢下系转啦，就唔会打人嘅。再嚟秋葵啦，开完秋葵之后转翻两寸心啊，一寸两寸咁差唔多啦，因为下一关系先制嘅，所以呢一弯就转翻个两寸心啦，回翻满血，再见魔法师。第七关抽边只呢？抽呢一只 ，OK， 轻松嘢啦都系。帮埋嚟先制六万几，我哋开翻个巴兰先，破罐通技加埋抽葵，然后都可以。但先转翻两寸心先啊，咁啦，差唔多啦。OK， 喺两寸心、两寸暗之下，都系轻松秒嘅，非常之舒服啊喂！哇，七葵 system 不得了喎、啊，睇嚟四个出品咧系唔差嘅，品质高啊，口味唔错。第八关抽翻阅读系好啲啦，毕竟阅读嘅话可以轻松秒，我哋只要转翻。睇下先，两寸心啦，两寸心稳阵啲。虽然下一关好似冇先制，咁啦，但系都系稳阵起见啦。两寸心喺四 combo 暗之下咧，一定要噶啦。系啦，第八层开始咧，尽量转翻三四 combo 嘅暗啦。毕竟两寸嘅机会瞄唔到，三四寸系最好嘅。而第九关抽呢一只就，就要摸枪啦。我哋呢一枪先秒啦，都系转翻个三寸暗加个心咧，大概咁啦。三寸暗之下，密到死啦！再见，拜拜。第十关抽暗嘅暗印龙 ，OK， 我谂呢一位可以秒嘅，开翻恶狼先，解翻个小猪，再睇下先，版面好似旧猪喎，吓救翻四寸暗、啊，咁就唔开技啦，直接秒啦，毕竟暗猪救咧再开技嘅话都系嘥翻啲猪仔，呢下唔好，咁啦，版面系五寸暗，五寸暗之下点咧暗印龙，点咧？16 combo 五寸暗全部顶功，拜拜！一枪秒400亿嘅暗印龙，好似系定系380亿咧，都唔理啦。第十一关抽光嘅魔法师，呢个都轻松啦，都系只系磨而已。第一枪转翻两寸暗先，一定要噶啦，两寸暗加埋咁啊，咁喂，系咁啦，是但啦，整翻十丝先上血先。然后之后先慢慢嚟。好谂一下，其实几都唔使开啦，因为今次嘅血量系好安全嘅。但巴兰记唔开都摆喺度，开埋先啦。开完之后转翻个轻松三两寸暗啊，只系两寸暗之下再见，波魔，拜拜。非常轻松嘅一对嘢啊！十二关啊，抽呢一个啊，神官啊，有个转珠教学就灭唔到啦，呢个系差啲时间嘅。我哋开翻饿狼嘅十字盾先，冇晒啊！好，呢个火力先打到真正一定噶啦。OK， 更正之后要教学啦，要上堂啦。旅行者今次系上咩堂呢？特注系呢个位置，中间零舍呢个衰位啊。我谂咁啦。OK， 都系轻松嘅。我哋呢一度就唔开阿七葵记啦。毕竟下一厅有个大仙制啊，我哋费事咁费事惊唔够回啦。
好，十三关牧士女，牧士女啊。然后今次是云内圣有啦，傻猪。OK， 直接秒啦，秋葵。我谂大概转翻全部嘅暗 combo 都 OK 咯。等下先，咁啊，咁，等下先，咁，喂，白痴仔，我转头转暗啊，咁火力够唔够咧？哇，哎，皮扎尼，咁又死，吓死，冇事冇事，咁系冇事嘅，呢份粒板咧都够猪。唔够猪开翻个司令机啦！呢一度转翻两寸暗就可以秒啦！吓死，啱啱转漏寸暗啊！呢一度系要四寸暗先秒到嘅，但啱啱手残真炒车，冇事啊！十四关平安度过，大步揽过。先制系消暗，开发饿狼先啦，唔使问啦。而开之前开翻咩先？就嚟满记嘅魔君司令、暗珠放题，加埋秋葵，加埋饿狼，哇！真正嘅暗珠放题，黐线，劲鬼多暗珠喎，好似唔使钱咁。咁啊，两串暗咋？是但啦，轻松转翻两串暗都好啦。先打到半血以下啦，惊异。第二下，不埋嚟轻松嘢啦，秋葵。呢一度我谂求其转翻三寸暗都 OK 啦。喺摆面三寸暗十二 C 之下回满血，再见，再见啦，暗士女 ，boss 啦，超快到 boss 哦。啊咩事啊，秋葵？今次嘅料理相当畅顺哦。喺 system 之下，竟然系不知不觉咧到 boss 关都唔知。好，第一关我哋先唔开技之下咧，转翻个两寸暗先。我惊走火削血到一个唔好嘅位置就唔好啦。先削血先 ，OK， 唔开技两寸暗呢个位置，然后就开技啦，开翻神葵技，转翻全版嘅暗啦，一寸、两寸，然后。三寸呢度，三寸怎咧？喺版面十三 combo 三寸暗之下，系去到哇争少少，画埋四寸暗可以秒嘅，紧唔紧要咧？我哋有巴兰技，就唔惊贯通嘅。呢一贯通唔使理啊，我哋呢下秒啦，我哋开翻十字盾，跟埋巴兰，跟埋神葵，哇！暗珠放题应该唔使开先啱，我开多咗，应该唔好开，白痴咗。唔紧要啦，开又开玩，唔开又唔开玩。我哋开完之后三寸暗 combo 之下，一定秒噶啦。OK， 再见 ，boss 啊，抽咩咧？但血唔够喎，百万七血抽，哇，抽水啊！我唔会先制死咧，我劲惊依家，我一咬晒底网笑，冇啊！契妹求下你，契妹唔好啊！呼，七万九冇事，打烂个秋葵啱啦。既然契妹你咁好人，咁 nice， 今次剩翻碟秋葵俾你食下先啦。好，咁啊，大概四季秋葵第一碟料理。炎虾秋葵，哇！呢下唔好舒服，呢下唔好痛。我谂要顶翻两三枪先，同埋留意翻咧，其实呢一对系两个 system 嚟嘅，发唔发现到呢一对系秋葵加埋饿狼嘅 system 啊？吓、啊，饿狼加秋葵，饿狼加秋葵，不断嘅开，不断嘅心珠回复，不断嘅暗珠生成，不断嘅火力，不断嘅回，非常之有智慧嘅一对嘢啊！真系想输都难啊！
好，再嚟个十C嘅完美版面，呢、這个位置啦，都好快可以赢到啦。再嚟秋葵加饿狼，双 system 之下。咁啦，大概系五 C 左右啦。五 combo 暗直接半血啦，连呢下都系临尾一下要顶一下啦。毕竟呢下之后系顶唔到啦，十一万血，但系唔紧要啦。秋葵加埋阿罗，是 cos 咧，系啊，我哋双 system 系唔可以输啊。都冇输嘅理由啊！咁啦，四寸暗，今晚又回翻全版血，一下子先打到，哇！得啦，赢硬啦，六枪时间完全搞掂，临尾再嚟一下，我狼食秋葵嘅 combo， 咁啦。大致系四寸暗嘅最尾一次，石启妹，感谢你今次咁 nice， 临尾一嚿秋葵咧，就请埋你食啦，再见。呢一对就系秋葵兼饿狼双 system 嘅四寸周回法啦，喺秋葵嘅两寸暗裂生成 loop 之下咧，今日饿狼嘅心珠生成嘅稳定供应之下，系非常之安全嘅 combo 啊。毕竟秋葵嘅智商到一血咧，假如冇心珠嗰下，死亡机会都好大嘅，所以喺饿狼嘅心珠之下系安全好多啦。今日最紧要嘅系火力不变啊，非常之高啊！呢一队除咗巴兰之外咧，五隻四十三亿重，全部都有火力，所以成队编成用嚟执回翻四次元呢一关咧，系完全冇问题嘅，亦都系全队咁制噶啦，如无意外吓。好，今次嘅编成介绍就到呢一度先，最条片嘅希望俾 like 同订阅我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